翻开经本，阿修罗王长行第四句看起，大眷属阿修罗王得修一切苦恨自庄严解脱门。这一位菩萨的行门呢、我们要认真努力向他学习。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有三行文字，多疾多苦，未无非己，如是彼救歌，沙陀头也，已是丈夫最深言识，宽纵可极致万德一也，翻行无力勤苦成为可愁，既为物而行呢，故有大眷属。那么这个大眷属啊，就是我们现在常讲的法缘殊胜啊，所到之处啊，都能得到广大众生的爱戴啊，这个就是大眷属。显示菩萨度众之度啊，佛家常讲啊，佛不度无缘之人啊，这个眷属啊，就是与佛有缘之人啊。因此啊，每一位不仅仅是出家的菩萨，在家的菩萨也包括在其中啊。你如果发愿广度众生，应该怎么修法呢？清凉解释的清楚，多疾多苦，未无非己，这八个字重要啊。啊，他不说为人，如果说为人，在十法界里面只有一法界啊，人法界，其他的不包括里头了，五就全包了啊，设法界完全包括在其中啊，所以不称人，称无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这个物就是一切众生，不但包括有情众生，还包括了无情众生啊。佛在这个经上说的，情与无情同源同质啊，菩萨为一切苦难众生做好样子啊，一切众生的苦从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菩萨们知道。一切众生的苦难根源，就是为自己。
啊，为我来的呀。啊，世间人说了个糊涂话，这个糊涂话影响很大了。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一句糊涂话了，不是个明白话了。啊，人要为自己决定造业，啊，业变现六道轮回，变现出三恶道，都是为自己啊。啊，菩萨觉悟了。他觉悟个什么？他在哪里觉悟的？他知道无我，这个叫觉悟啊！啊，有我没有觉悟，无我才是真正觉悟了。啊，我们过去总以为是。大乘菩萨了，无我；啊，小乘阿罗汉还有我；啊，尤其是须陀洹呐，啊，当我们念《金刚经》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须陀洹已经无我了。啊，经上讲得很清楚啊。须陀洹正得须陀洹果，而不作须陀洹想，就是无我。他要以为那我正得须陀洹了，他我还没有忘记，他不作得须陀洹想，啊，这才是真正正的，啊，所以我们从《金刚经》上。得到了这个消息，小乘须陀洹已经无我了，所以佛法之门无我才能够进得去。我们今天常讲的自私自利，只要有自私自利的念头存在，你永远在佛法门外，没有入门呐！啊，绝对不是说你受了三皈、受了五戒啊，或者出了家、受了比丘戒、菩萨戒，如果还有自私自利的念头，你依旧没有入门。这个是我们要认识清楚的。啊，到无我，你才是真正佛的弟子，啊，入门的弟子。啊，化身菩萨，这是佛的入实弟子，登堂入室啊。啊，所以初破我执啊，就是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贪嗔痴慢，远离五欲六尘的享受。啊，这个是佛的入门弟子，刚刚进门。啊，这一个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进入佛门了，决定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啊，我们不肯向释迦牟尼佛学习的是在门外呀。啊，入门了，哪一个不向佛学习呢？佛是个修行榜样啊。所以我们细细，就观察，
古来的这些祖师大德，一生不离苦行，苦行你要细细去观察，修苦行的那个样子很多不是一个样子不是说一定要修像释迦牟尼佛那样三依一钵圆满其实，在那个时代那个做法是苦行，那个做法在中国行不通那么在中国修苦行有中国修苦行的样子我们不能不懂啊。佛法在世间呢，不坏世间法印度人尊重出家修道的人对于其实看得很重，恭敬供养，而中国人看得其实看得不重，乞丐呀，讨饭的中国人没有看得重啊，这是中国的风俗习惯跟古印度不一样嘛印度这些法师到中国来是中国帝王聘请到中国来的，来到中国是过师的身份帝王的老师国家的贵宾如果他要出去到外面托钵讨饭，我们这个老百姓会把这个皇帝骂死你叫我们要孝养父母，要尊师重道，你的老师怎么可以叫他到外面要饭呢所以要晓得世尊当年那种生活方式到中国来就行不通了所以佛法非常了不起，佛法是恒顺众生到中国来一定呢随顺中国的风俗习惯随顺中国的道德观念所以到中国来之后国家给他盖的有宫殿金饰国家对他有丰厚的供养这个时候我们仔细观察他怎样修苦行虽然国家对他供养的多他不起贪心确定没有贪嗔痴慢看他接待大众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乞丐这些大德们接待是一律平等我们从这里看到他的苦行为物非己决定没有丝毫为自己他是为一切众生每一个朝代有兴衰有变革
朝代里面的大德们，他们为我们实现、为我们表演的不相同。我们要细心去观察，细心去体会，怎样学习，然后看看现代的社会跟过去有哪些不一样的，我们通过对本师的学习，对这2000多年来续佛慧命的祖师大德们学习，才知道在现前这个社会我们应当要怎样做。那么现代社会我们活动的范围比古时候面积广了，古时候的这个活动范围大概都是地区性的，即使印光大师去我们也不过是60-70年，60-70年之前的环境跟我们今天环境不一样，所以印祖当年活动的范围也只2-3个省呐、他住的时间最多的浙江的普陀，江苏的人也活动范围只有这么大了。他有智慧，他有善巧方便，他修苦行呢，他有大眷属信徒一切供养，他只做了一桩事情，诸位在他老人家在上海护国习斋法会里面的法语，他老人家所讲的开示那个法会8天呢，7天法会，最后一天呢是传授三皈五戒。我们在这一个小册子里面看到，在那个时候北方有灾难，他从印金的款项里面拨出3000大洋去赈灾，这给我们一个启示，他老人家一生所有一切供养就做一桩事情，印金所以在苏州报国寺办了一个弘化社就是佛经的流通处四众的供养就作为弘化社的经费一生做一桩事情，做成功了。如果把这个财力要分开做许多慈善事业，是一样的做法。而且这里面还有秘密告诉我们，出家人应当做的
是弘法利生。佛法就是拯救一切众生，这个就是慈悲济世啊。慈悲济世里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要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一切众生的苦难从哪里来的？灾难从哪里来的？从迷来的。迷失了自信，不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不知道人与人的关系，不知道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不知道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随顺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于是把一切事情啊想错了，看错了，说错了，做错了，这才招得来的灾难。灾难是这么来的。佛菩萨有真实的智慧，救济一切众生，从根本救啊，不是从枝叶，枝叶是无济于事，救不了的。一定要从根本救，从根本救。必须要帮助他觉悟，帮助众生觉悟，除了教学，没有第二个办法。所以世尊一生的世心，我们用心去观察，他老人家一生都是在教学。每一天为众生讲经说法，这是用我们佛学的名词来说，要用现代化来讲，为大家上课啊。49年没有休息过，而且是个义务的老师，他没有要报酬啊，没有要钟点费呀。现在世间一般老师上课的时候都要有钟点费，要有报酬的。佛什么都不要。所以他确确实实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义务的工作者，他是个义务老师。干了一生，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然后才知道我们应当怎样向他学习。我们后辈的弟子如果不能也做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工，我们就不像佛的弟子了。印光大师是因为乡音太重，他是山西人，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记载的，
他说话啊，浙江江浙一带的人听不懂。啊，讲开示啊，还需要有人翻译。诸多不便的啊，所以他用文字来弘法。啊，现在我们看到的印光大师文钞，啊，他用文字，啊，用印经，用这个方法。啊，这个方法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大公无私啊！啊，不论是出家人、在家人，只要你写的文章是正法，不是邪法，他通通给你流通。啊，不批不邪，没有成见，没有自私。大公无私啊，只有邪正啊，不分派别，这个很了不起啊！不是说现在很多人办一个刊物啊，他的东西再好，他不是我们这一派的啊，我们不看他的东西。印光大师没有这个分别啊，弘化社所出的东西啊，古人的东西，各宗各派都有啊，今人的东西也有不少啊，心里头没有成见啊，对待一切大众啊，平等看待。只要是好的，利益社会的，啊，特别是有利于现代社会，他都欢欢喜喜的给你出版。啊，自己的生活一直维持初出家苦行僧的样子。一生没有改变，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啊，一件衣服穿几十年呢，穿破了。补一补还可以穿啊！我们看上一代的老和尚啊，禅宗里面虚云老和尚，我们虽然没见过面，看到许许多多的照片啊，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一张照片的老和尚衣服没有补丁，我没看过啊，我看到的很多照片衣服都是补了好多个补丁的啊。他有没有钱呢？钱太多了啊。这两位大德中外信徒敬仰啊，那难道他一件好衣服都没有吗？信徒供养的衣服他没有穿呢，转手啊就供养别人了，特别是初出家的啊，那个时候初出家的
僧人非常凄苦，没有人供养啊，一旦呢都是老和尚穿旧的不要了啊，这个粗出家的人捡过来穿呐 啊而印祖像这个虚老和尚，他不是把旧衣服送人，他是把新衣服送人，破烂的衣服自己穿，也有一个意思，你们懂不懂啊？啊，他的身份地位，穿个破烂衣服，就有很多人送新衣服给他，他就可以布施给很多初学的。啊，如果他穿了新衣服了，人家就不送他衣服了。初学的人没衣服穿了，逆意也。啊，所以我们看印祖，啊，他就是这个做法。啊，送给他的钱财拿去印书，啊，送给他的衣服随手就布施给别人。出家老和尚如是，在家居士亦复如是。啊，我过去在台中求学，跟李炳南老居士，啊，李老居士是印光法师的学生，啊，他学他的老师也学得很像啊。啊，出门做客一套中山装。穿四十多年，一直到他往生。啊，里面的内衣都是补补丁的。啊，我们到现在到台中啊，这个李老居士纪念馆，你可以看看他。啊，袜子、内衣都是补的，补丁补的。自己缝补啊，他不是叫别人给他补啊，啊，自己缝补。啊，95岁，自己照顾自己，啊，不要别人照顾，啊，最后2年才接收学生照顾。啊，他是97岁。往生的啊，李老师在台中也常常有人送衣服给他啊，那是我们初学佛了啊，虽然没有出家，生活非常清苦啊啊，所以他也常常送衣服给我。人家供养他的新衣服，那供养的人走了，他就让送给我了。啊，这都是啊，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的。啊，生活非常简单，啊，所有的收入都作为佛教事业的经费。自己一生从来没有说改善自己生活，没有过啊，或者吃一点补的东西，没有过，不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这个身体啊，所以他就不会生病了。我们为什么病这么多呢？知道这个身体是自己，要怎么样好好的去保养，要怎么样好好去进补，这越保养越坏，越补毛病越多啊，本来没有毛病都是补出来的啊，要细心观察啊，要细心的去思维，看看他们
啊，从世尊到这些祖师大德真正修行人，都是为社会、为众生。啊，从来没有为自己去着想过。啊，清凉这里举了两个例子，这个都是世尊在行菩萨道时候的故事，割肉喂鹰啊。这个是难行苦行啊。如果不是真正爱护众生，就跟爱护自己一样，这个行为是做不出来的。啊，割肉布施，这是内财啊。今天我们想想，啊，外财都很难施，外财是身外之物，啊，遇到有一些苦难的人，是不是慷慨解囊？啊，是不是毫无思虑，立刻就伸出援手？佛菩萨的行为我们在经典上念得多，但是不能落实。我们想一想，为什么不能落实？这个里头不外两个因素，一个是自己的烦恼习气太重了，没有能力转得过来呀。第二个是对于佛陀的教诲理解的不深啊，啊，佛菩萨教诲这个力量，敌不过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啊，境界现前还是随顺烦恼，不能够随顺佛陀教诲。原因在这里啊，那么要怎样救自己呢？这个很重要了。如果真的有一念想救自己，这个人是开始觉悟了。佛家讲的实觉，他开始觉悟了啊，要想办法救自己。对于一般普通根性的人来说，啊，救自己最有效果的方法就是闻法。啊，这是世尊当年实现的49年讲经说法。啊，天天听呐。听个10年20年，这才恍然觉悟了。啊，所以听得少不行啊，压不住自己的习气。啊，从前的人
诵文法的时间多，四念安堂天天讲经，首座和尚分座说法，就像学校上课一样，戒行并重啊！所以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的，寺庙的山志里面看到的，四众弟子，三年五年有开悟的，有正果的，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现在没有了呢？现在道场不讲经了，不提倡修行了，只着重啊表面一点形式，这样佛法衰微了。学佛的人虽然多了，成就的人没有了。只有些少数在家里面念佛，得利于过去生中善根福德因缘，他听到这个法门能信，能解，解的虽然不深，但是他死心塌地这一句佛号老老实实念下去，他有成就，他走的时候展现稀有的瑞相，为我们做证明根下根性的人实在讲一定要在长时间的熏修，长时间熏修最重要的要一门，一门深入啊，同时涉猎的法门太多了，经论太多了，也无济于事。佛法跟世法不一样，世法是求知识，佛法是求智慧，知识跟智慧是两桩事情。知识，那你学的是越多越好，智慧可不行，智慧呀，一定是从清净心里面生出来的，清净心是定因定开慧呀，心不清净哪来的智慧所以今人学佛也是广学多闻，学的是佛教常识，不是智慧，如果真正想开智慧，还是老办法，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门深入能得定啊！我们看看古来大德的修行，一生读诵一部经的人太多太多了，出家的法师当中就不少一生呢专门学一部经，天天念
他那个念经就是修禅定。啊，他念一个小时就是修一个小时的禅定，念两个小时就是修两个小时的禅定。啊，而且古时候啊，这个是天台在中国南方影响的面很大啊，念《法华经》的人很多啊，《法华经》总共七卷啊，念得很熟，从头到尾念一遍也需要三个小时。初念的时候一遍念下来大概要六个小时啊。每一天念一部，像法达禅师一样念上十年。他开悟了啊，六祖大师给他一点他就开悟了啊。六祖大师为法达讲开示的时候不是法达一个人呐，是在大殿上讲的啊，听众很多啊，为什么他开悟了别人没开悟呢？别人没有这个十年的底子啊，他这个十年的定功，所以一点他就破了啊。这个就是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啊。我们今天不宣传这个大部经啊，什么原因呢？现在人不能受持，一看到法华经楞严经那么多，我这个太长太长了，我不需要不需要啊，太小部的经时间太短了，念一遍半个小时不管用啊。所以我们现在提倡无量寿经，对现代人来说既不太长也不太短啊，我们希望他每一天念一遍，一遍需要多少时间呢？一个小时啊，希望你每一天不间断的，一天修一个小时的禅定啊。啊，读经诸位要晓得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要怎么念呢？恭恭敬敬的念啊，感慨经卷，如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法啊，就在佛的面前恭恭敬敬的听啊，自己念自己听。这是修戒律啊，戒律它的精神，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我们恭恭敬敬读这个经啊，你看看身于意三业清净啊，不作诸恶，读经是至善啊，佛菩萨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言语文字啊，止于至善，所以我们读经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皆具足了
啊，心里面一个妄念都没有。啊，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这一遍念下来，一个妄想没有。这是修定啊。啊，所以读经的时候不可以研究，不可以想，哎，这是一句什么意思啊，这个一段不错，那就坏了。啊，把你戒定慧三学通通破掉了。啊，读经的时候绝不想经里面的意思。啊，所以我常说佛经没有意思，不要打妄想，不要去胡猜。啊，这是修定。经文字字句句念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念错，没有念颠倒，这是修慧。这个慧就是根本智。啊，所以你每天念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修戒定慧也，啊，三学一次完成。啊，研究的时候归研究，读诵的时候归读诵，读诵时候决定不能分别。啊，修根本智啊，研究的时候啊，那是修厚德智啊。啊，但是你要晓得，没有根本智，哪来的厚德智呢？厚德智全变成妄想。啊，现在人说老实话了，把妄想分别执着当作智慧啊，错了。真正智慧里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一切事理通达明了，那个是真智慧啊。真智慧从哪里来的？从根本智来的啊。所以修根本智比什么都重要啊。每天至少要用一个小时啊，如理如法的去读诵啊，对着经本叫读，不对经本叫诵，诵是背诵啊，念熟了可以不需要经本啊。那么现在有许多同修啊，退休不再有工作了，他们有时间，每一天念五遍、念十遍的都有，啊，这个经都能背得很熟，啊，这是很好啊，好事啊，但是他没有如理如法，啊，他是把佛法当作世间书籍来学习。啊，他每一天能念能背啊，能记住经文，戒定慧没有啊，就是读诵的时候不是那样真诚恭敬啊，读经的时候还掺杂着妄想在里头，所以把自己的戒定慧三学破坏了啊。那么在现在这个社会，实在讲扰乱的事情是很多啊。你这一个小时在读经，你在家里读经，这一会儿电话响了就麻烦了，就把你破坏掉了啊。一会儿家里有事情来给你打个招呼，你这个心一动又破坏掉了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外缘不好啊。啊，我们修学的环境外缘是在讲不如古时候。
啊，古人懂规矩，看到你在读经，他悄悄的不敢惊动你，啊，有事情也不敢找你，等到你读完经之后再跟你说。啊，所以现在在外国比中国环境啊好一点。啊，外国有一些啊在家的一些菩萨们啊，他们也很用功啊。外国环境好在哪里呢？上班的时候他的儿子媳妇都上班了，小孩都上学了，哎，家里头没有人。哎，他把电话线拔掉，哎，真正念一两个小时啊，行，没有人打闲岔。啊，修学的环境呢，很难遇到啊。啊，这个就是佛经里面讲的阿难若，阿难若是。极尽处，用现在的话来说，没有人干扰你啊，你能够很清净的在进修我们初学，选择环境非常重要。懂得修行的理论，懂得方法，然后就要有耐心有恒心的去做，我们才能成功。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啊，这个观念比什么都重要。诗毗鸠歌萨陀头耶这个故事，大智度论第五卷，报恩经里面也有啊，诸位可以参考，好像佛学大字典也有啊，但是最详细的还是在大智度论里面啊。诸位如果想多知道一些呢，可以去参考去。大师在此地说了一句话了，说凡心无力勤苦成为苦愁啊。什么叫利益？凡是帮助我们成就戒定慧的，这是真正的利益啊！凡是帮助我们得到名闻利养的，得到五欲六尘享受的，诸位要知道，这不是利益啊！我们很勤奋啊，很苦去求名闻利养，去求五欲六尘的享受，果报在三途啊！啊，在家人可以求。也要适可而止啊，所以要知止啊，事出世间法了，知止是智慧啊。
所为的不是为自己，是为正法久住世间，是为利益一切众生，决定不是为自己。你所感得来的呢，这就是大眷属。大眷属就是菩萨度化的对象啊。他对你尊敬，对你爱戴，你说的话他听，同样的话他对这个人不尊重不尊敬啊，他说出来没听进去，不起作用啊。所以事出世间法啊，修学第一个条件都是讲啊清净善知识啊，善知识关系你修学你这一生修学的成败啊。谁是善知识呢？这里头有一个对应，你心目当中最尊敬的这个人就是你的真善知识啊。为什么呢？他每讲一句话你都能听得进去，你都能依教奉行，这个人是你的善知识啊。你跟他学决定成就啊。如果你对他没有十分的敬意，这个人对你不是善知识啊，佛来了也不行，没瞧得起他啊。这一桩事情我们在古德传记里面看到很多啊，古人参学啊，遇到一位大德了啊，我们在记载里面看到这个大德跟他说，你的缘不在我这个地方啊，你到某一个地方去参访某一个人，你的缘在那边。那果然没有错，他到那边去之后啊，没有几年他开悟了。指点这个人难道没本事吗？啊，这是中国文字记载啊，简单呐、啊，哪有借鉴一个学人呢就讲这么几句简单的话了啊。像我们现在借鉴宾客一样嘛，一定先问你贵姓啊，啊，怎么称呼啊，啊，你是哪里人啊，你从哪里来的啊，总是一番谈话了啊。谈话到最后知道啊，你的经历你的学历啊，你的爱好，你对于现代这些学者大德当中你最崇拜最尊敬的是哪些人，就是他就介绍了，你最尊敬的是你的善知识，你到他那里去你会成就啊。你对我的尊敬啊，没有对那一位是更尊敬的，所以说你的缘就不在我这啊。你在我这里学是学一点皮毛，学一点常识，你不会开悟啊。你到那一边去的时候呢，你会能开悟，你能够证果啊，不是有神通啊
是要了解事实真相啊。啊，有许多学问、这些能力，啊，比我这个老师高的太多的人，不是没有啊，有啊。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对他没有恭敬心，啊，纵然遇到跟他学，也不能成就。道理在此地，啊，所以真正善知识。就是自己最尊敬的人，最仰慕的人，啊，这是我们真正善知识。啊，那么由此可知，善知识各个人标准都不一样。啊，我最尊敬的人未必你尊敬。啊，你最尊敬的人我没有尊敬他，正因为如此，佛菩萨了要示现许许多多的善知识，啊，给这个不同根性的人去亲近啊。啊，我们佛门里面。宗派就是这样形成的，啊，每一个宗派里面的祖师大德都是佛菩萨实现的，啊，有的人暴露身份呢，有的人不暴露身份，不暴露身份的人多啊，暴露身份的人少啊。不但事先出家大德，事先在家大德也不在少数，啊，这个就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的大慈大悲，尤其在众生遭遇重大苦难的时候，啊，佛菩萨特别悲悯这个地区，视线格外的多，啊，我们从这个地方能体会到啊，今天不仅是佛门，其他各个宗教又何尝不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士的视线。我们实在讲是因为跟其他宗教啊少接触啊，甚至没有接触啊，真正接触听听他们的讲道，哎，跟佛说的没有两样嘛，啊，才能体会到啊佛菩萨随类现身的应机说法，啊，多接触我们的心量就脱开了，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融化掉了，啊，跟诸佛菩萨化身大士一样，啊，像善财，真正的学人凡夫只有自己一个，除自己之外一切人一切事一切无，无疑不是诸佛如来的化身，啊，所以哪一天你一看到一切人事物都是诸佛如来，那恭喜你，你成佛了，
看到一切人事物都是菩萨，已成菩萨了。凡夫看诸佛菩萨都是凡夫，这个道理佛门里面讲的多，我们细细去体会细细去思维，偶一大师在《临风宗论》里面对谈僧方丈的开示我过去把那一段经文记录下来印了十几万张分送给大家他的话不多，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净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净物质环境，缘人事环境。这个意思是物质环境跟人事环境是平等的没有是非善恶是清净平等的境界，是非善恶是我们自己心里头生出来的我们以为这个境界是善是恶，是是是非，是非善恶没有标准我以为是善，你未必以为是善，我说这个不善，你未必认为这是不善，你就晓得个人标准不一样，不但个人标准不一样，自己本身的标准也常常变我今天看这个人很好，明天这个人不是好人，那个标准马上就变了那个人到底是善是恶呢？不是善也不是恶所以要晓得都是自己妄想分别执着在作祟离开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境界就叫一真法界正得一真法界，我们是不是离开这个世界？不是这个世界是一真法界只要我们离了妄想分别之处眼前境界就是如来亲真的一真法界这个道理很深世尊四十九年苦口婆心为我们说，就是说这一桩事实真相我们完全通达明了了契入了，这才满腹说法度生的宏愿我们才是真正如来弟子那么这些话说起来容易，真是一语道破行起来太难难在说我们的妄想习气实在太重了起心动念自己做不了主在一切境界里的还是起心动念，还是妄想分别之主换一句话说，还是要搞六道轮回从这个地方
我们才真正呢感激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给我们开了一条生路啊！啊，这一条生路就是待业往生。啊，诸位要知道，佛所说的无量无边法门，都是要断业才能证果的。啊，这一般讲消业，啊，一定要断烦恼才能证果。啊，你看断见思烦恼，啊，证阿罗汉果。断尘沙烦恼，啊，证菩萨果。断无明烦恼，才能证无上菩提的果报。啊，我们讲佛果。没有说不断烦恼而能成就的。千经万论找不到这个说法。啊，唯独净土法门不需要断烦恼，我们才有救啊。啊，虽不要断烦恼，条件是必须要伏烦恼。啊，你烦恼没有断不错，烦恼不能起现行，啊，这比断烦恼就容易太多太多了。啊，断烦恼说老实话，我们这一生仔细衡量一下，决定做不到。啊，但是伏烦恼呢，自己果然认真努力，肯定可以做得到。啊，这里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持名念佛。啊，在这个地方我特别要向大家报告，持名是念佛方法里面最高明的。啊，最简单最容易最高明最究竟的。啊，怎么知道呢？诸位看看十六观经你就晓得了。啊，十六观经里面念佛这个方法是排在第几位？你们读过这个经都晓得，排在最后啊，第十六啊。第十六是唱戏的压轴戏啊。那佛说法的时候，也跟世间人情有相通的地方啊。最高明最好的放到最后讲。啊，你们看看楞严经二十五圆通章，啊，大家晓得观世音耳根圆通第一，啊，排在最后啊。啊，十六观经啊，持名念佛排在最后啊，一个意思啊。所以观想观相实相都不如持名念佛。啊，很多人不懂这些事实真相，把持名念佛看清楚，啊，所以他念佛功夫不得力。啊，关键
还是在心态上啊。如果晓得持名念佛是所有念佛里面最圆满、最究竟，他会升起尊重心呐、啊，功夫就很容易得力了。啊，佛说法排列的先后里面都有深意啊，为什么不把这种简单容易的方法列在第一关呢？放在最后呢？这些地方我们读经，尤其是将来要为别人讲演，不能不留意啊，疏忽不得啊。佛有寓意，有很深的意思藏在里面啊，我们一定要懂得。自己对这个法门才生起殷重之心，才能够生起难遭遇的想法啊，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彭济清居士讲，无量劫来稀有难逢啊。我们今天遇到不认识，当面错过，你说多可惜啊！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修行人想求这个法门，没有缘，遇不到啊。这一桩事，师尊在《无量寿经》上都讲到。包括许许多多的宗教啊，信仰宗教的人哪一个不求解脱呢？哪一个不求了生死呢？啊，其他宗教虽然没有讲涅槃，他们讲永生。给诸位说，永生的意思就是涅槃。啊，在佛教称大涅槃，在他们称永生，一个意思啊。真正要达到涅槃永生，最妙的方法无过于持名念佛，求生净土。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这些年来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弘法，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那就是弘扬这个《无量寿经》呢，法缘特别殊胜啊！我在每个地方讲经，讲其他的经典，听众都没有讲《无量寿经》呢人那么多啊！我在此地居士林讲堂讲过《华严经》啊，你们同学们都看到过，听众大概我们那个讲堂啊，只能做到一半。可是讲《无量寿经》呢，讲堂坐满了，下面四楼也坐满了，啊，那个外面天台四面观音那个地方。
那场人要很多啊，人数超过1500人啊，但是讲华严经讲其他经典人数很少超过800人的啊，在世界上每个地方讲经啊都有这个现象啊，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发愿呢、阿弥陀佛的发愿啊，无量寿经的发愿有大卷数啊啊，所以讲这部经的时候发愿特别殊胜，听众特别多啊，这是我这个几十年讲经的一个体验啊，所以这是佛力加持，尤其是这个法门设法一切诸佛的加持，因为一切诸佛都讲这部经都弘扬这个法门啊，所以法缘格外的殊胜啊，尤其是夏莲居老居士的这个会集本啊，那么诸位将来自己也可以体验一下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